在前面，左边的前面。阿公不到，哎，这个我到。哎呦喂！哎呦喂啊！出事了！嗯，完了，有点亏。我看起来是不会躲钩子啊。把石头好，这个地形太杂，我判断不到那个人躲在哪。哎，你这个，来一刀，好，他救人瞬间。啊！救人的瞬间跑到左边，所以那个派地会派地钩子会给他派地在右边，所以没钩到。可是他救了剑发开之后，他又回到右边了，所以就是一个，嗯哼，你要干嘛？你要穿免费的豆子？找那个心理学家，99%会从这里来。
然后就插到公筷。